你礼貌吗？我不可能是公主。啊，你好，公主。户口由你来上。人身攻击？不是，我不是人身老母鸡。耶、yeah! ！你的鸡翅我也经常会吃，我是一吃鸡。啊！嗯。耶、yeah, ，康师傅把它吞下来。哇，害羞了。哇塞！完美人生。嗯。耶、yeah ！好治愈，整个人都感觉。健康，健康是福，康是福，天天康是福。昨晚周深在康师傅直播间的直播，大家看了吗？周深又和老搭档杨老师共同在直播间为康师傅好汤面进行了短暂的直播。周深参加的每次直播都看得出来，他事先真的有认真对待，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对产品非常的了解，业务能力强，他也会结合品牌和产品特点来造梗。虽然不到一个小时，但是内容却很丰富。周深和大家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味的周末时光。结束前，周深对生米说了暖心的话，并清唱小美满结束直播。现场 live 比 CD 还好听。显眼包？不会吧？公主，你在我心中闪耀的像个星星。但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你，哪怕是显眼包，也是最可爱、最美丽的你。Yeah! 好长的一个句子。我刚刚要跟我一起唱哦。你会唱吗？我不配，我要听你唱。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狗在家，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床单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这是我自己很幸福的事情，然后其实我的生米，然后大家也一直都在陪伴我，就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然后就像刚才前面那首歌一样，就是我们自己去越来越好好的爱自己，照顾好自己，去收获我们生活的小美满，也祝大家事事。说到小美满，就不得不说她的成绩。腾讯音乐有你榜25日更新了最新第12期榜单，周深小美满以98.53的高分再次夺冠，完美实现6连冠。并且五大维度中的推荐度、播放热度、传播度在这一期也均取得 top one 的成绩，至此传播度也取得了6连冠。而且这期的榜单中，周深的新歌《门》取得 top two 的好成绩，新歌《非你所想》位列第17，还有刚刚上线的电音新歌《春雪》位列第12。周深小美满发行近50天，每天都会出现在各大官媒大佬的微博视频里。24日，新华社、新华网、人民网、中国警方在线等分别用小美满做了 BGM 发了视频，如今也在很多场所经常能够听到这首大爆歌曲，再次恭喜周深。最近在忙什么？跟大家报备一下。最近很开心，就是有在录歌呀，唱歌呀。录歌为什么要笑？因为就是不能透露太多，但是大家也知道是什么。哎呀，压力啊！好期待啊！对，就怎么希望大家能他要来了，对不对？忍住，忍住，忍住！啊、是不是他？啊，你是说我们两个口味的迷你杯吗？两个，太棒了！说的就是他，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关注一下吧。对，现在就是学会了做事情，做大事就是要不想。所以就默默地做好它就好了、就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慢慢的一些节奏了，就希望大家、所以那个节奏的这个可以问吧，节奏的那个表格都计划好了对吧？最近真的是很开心的状态。忍住，忍住，忍住！周深2024演唱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相传最早五月份将以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为起点，来揭开2024万人演唱会的大幕。虽然近期周深2024演唱会的举办地点和时间都在网间流传，但是真正确定下来的场次，只要没有官宣，那就不是最终的版本，都还存在变化。不过随着消息发酵，周深的沈阳演唱会却是以另类形式进行官宣。周深2024演唱会沈阳站将于9月7日举行。这个沈阳演唱会信息先是沈阳日报曝光，接着沈阳电视台和辽宁电视台报道，随后沈阳市2024湖南区文体旅游活动日历再次确定。如此一来，绝对板上钉钉的事情被提前近半年官宣了。沈阳奥体中心体育馆可容纳6万人，已是沈阳唯一一座大型体育比赛场馆，也成为沈阳市的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从2011年8月开始，这个场馆先后为周杰伦、汪峰、林俊杰、张杰、李荣浩、五月天、张韶涵等知名歌手举行了演唱会。而2024年在周深演唱会之前，将有郭富城、蔡依林等天王天后也在此场馆举行演唱会。总之，东北的乐迷们幸福了，能在沈阳现场观看周深演唱会，绝对会羡煞很多人。真的，我刚在门口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非常非常香的鸡汤味，然后我也替大家就是先尝鲜一口我们6小时细熬四段慢炖出来的汤。哎，真的很鲜美哦，我们来品尝一下。哎，吃播周，哎，哇，我们全场安静好不好？我们听一下深深喝汤的那个吃播的感觉啊。喝汤喝太大声了是吧？不太礼貌。哎，真的很鲜。因为我记得为什么我是这个反应，因为我第一次在拍我们那个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我就吃那个鸡汤面，因为当时还没有上市，我吃完我就说这么好吃，就跟一样的反应，惊喜到啊。因为确实给大家一整只老母鸡炖出来的鸡汤，这真的味道是不一样。哇，这画面太治愈了，深夜吃播啊。要不要跟那个评论区的朋友们分享一下？食不言，寝不语。主打一个投入。怎么会有人吃面吃的这么的真的啊，画面那么的好看啊，真的很好吃。我也来尝一口。评论区的宝宝们辛苦你们自己去煮一包好不好？不要只看着我们。啊，干杯。这真的很好吃、啊、真的是。好，最后给你一口的机会，我们要把它收起来了好不好？一口吗？我们还有福利没发完。我只能一口了吗？我稍微卷吧卷吧。也不至于这样。看到没，人生。哇，人生来了，人生。就想吃这个人生对不对？那就把这人参吃了吧，好不好？我这坨面也都吃了。馋不馋？评论区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想要 get 深深同款的，欢迎大家点一下小黄车123号链接都可以哈。你多说点，你先说吧。啊，好。然后我们今天在这个画面当中呢，看到桌面上的这个礼盒，在2号链接会给大家送整个我们康师傅今天特别首发的深深的。